西城香槟窑好吗？给他舅妈给买点东西去，买给他带回去，买什么给他带回去嘛？他的啥都不要，你买什么给他带回去嘛？老铁，感谢我仙哥，感谢我农村丫头。买咩？哎，伟仔哥今日开支大咧，买，冇买的。感谢我林哥的人气票，水果最好啊嘛。佢冇系现场换嘅话，你就算俾嘅冇要啦，你。头先俾钱嘅都冇要你，你哋冇睇到咩？俾钱嘅都冇要，你哋冇睇到咩？张张帮忙点点，老铁们，张张帮忙点点。哎呦，哎呀，买赞助二十系嘛？来杀上来，杀上来，即刻去。上一只热气球来，兄弟。是啊，跟我没缘分。哎，阿舅舅，不是阿外甥女呢？我问问阿外甥女呢？外甥女先得嚟，嗌外甥女过过来呢？感谢我何浩，感谢我浩哥的那个你过来呢？你不要口开，你不要吼嗨嗨不，我叫过来了不？如果买俾你，你俾一对会俾佢嘛？攞俾佢啊！吓，可以啊！你可以攞系嘛？可以攞得翻俾佢啊！你口正常嘅话，冇乜嘢嘅话？这些价格以前嘅做嘢。冇系，我讲你我冇讲佢嗰啲，即系讲你口个人正常话，冇好似佢咁俾乜嘢都冇要话。要，那个要。那个要嘛？啊，那个都要啊，乜嘢都要啊。乜嘢都要啊？那个叫唔正常嘅，俾乜嘢佢都唔要，冇办法啦。其他家里没有这种条件啦，兄弟们，没有这种条件啦。这个是舅妈？不是啊，这个是外甥，外甥搞错了。这个外甥呢？欢迎新哥，欢迎新哥。那个击球多福的呢，还不表示上来？你来个热气球的话，我出少一点而已嘛，对吧？你不要在那里口开，全部那么多人在这里等着你，现场也有很多人在等着你。是啊，外甥女送俾佢，话赞助二十个冇出声啦，系咪？正式嘅，可能佢冇人冇出声啊，去冲票啫。微信剪你个閪，我攞你个微信。啱冇有实力噶，冇出紧个声啊！微信剪俾我，我冇得见过咩？咩啊？要说怎么配？刷礼物
刷礼物上来啊，三个乐器球上来嘛。那个琴呢、啊、不怕的，我跟那个抖爸爸他老婆很熟的，你放心啊。感谢我用户，谢谢用户啊。继哥。嗯。好了、啊、今天过到那里玩了、啊、是两个就灯牌了，老板这么大声，两个事发的、啊、关大声，让我声亮了、啊、我干净点，你拿着，我教大家亮，你入面有猴子没，拿着帮我拿拿拿，喂买军肉分啊，过来哟、啊、在这里啊，你看一下，在这里黄色这里点开、嗯，然后加入粉丝灯牌，对吧？然后在这里送出粉丝灯牌，这样才亮的嘛。这个就看看这个用户的，看到没有？来老铁们，不会亮的话亮一下好吗？嗯。买多的猪肉过来，多人量咯。买多的猪肉过来没？分你今日有睇到我分未咯？啱先睇到啊。睇到系咪？睇到就得咯。好，身体健康，顺利顺利顺利啊！那没懂亮粉丝灯牌的，就刚刚那样仔亮一下粉丝灯牌，一毛钱，帮梅姐哥做个数据了的嘛。哥哥就系咯，宝宝宝又在那等，冇剪个，冇剪眉个，冇剪眉个啊！因为我剪眉嘅话，我攞你个二三蚊纸。陣仔俾你舉報我，我一啲都冇值，攞個20蚊紙一啲都冇值嚇、啊。有條件嘅就直接上個，你上了一個這個不夠啊，兄弟。感谢男座，谢谢男座，你最少也三个乐器球啊，兄弟啊，那个刚刚的那个啊，发了吧。那个兄弟啊，你刚刚上那个给我，到我手上我只有10块钱，10块钱能买什么？但是也不管了，你起码要上多一个吧？你说20就上了吗？发了20是吧？他不上我上。来，去买米吧。啦啦啦啦啦啦，那个米在哪里买的？那个老板娘，那个米在哪里买呀、啊？米呀、啊？啊？又去上面条街啊？好远啊！这附近都没有啊！哎呦，买啲米又要行几条街啊！你屎冇屎呢？感谢我，感谢我，三元客啊！感谢我三哥，谢谢我三哥。啊，行买米啊，行几条街喎！我想买十斤米俾你攞回俾佢，去先得买啊！先得买啊！上面那里有啊。上面有啊，你方便有空吗？我叫谁过来啊？拍一个
个是口福，是人头。你叫口福过来干啥？不用啊，我先买好给你的，你在那个、啊，我先买给你啊。你在这里干嘛的？我这里买一点点菜。你买什么？卖菜的？你卖咸菜啊？你卖咸菜是卖什么菜啊？卖空心菜。卖空心菜？没有空心菜啊。那边啊。哪边啊？